山西福田村，应该是福田市局。这里面住的还有人呢。福田市集，房子是比较老了，但是里面还住着有人，这个也是属于不可移动文物。12年立的，可是这个门厅里面都成了晾衣服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拖拉机在这儿。上面还有一些木雕花，这是个石斧，看起来像个石斧。新盘，这个木雕已经烂掉了，差不多看不到了。看看那边能不能过去。1小时55分钟，里程25.53公里，过了好多人呢，均速13.3公里每小时。砖头比较特别，后面过不去了。看到有个攀子，好像这个是攀似的，住了人，看这边能不能过去。1小时56分钟，里程25.64公里，均速13.3公里每小时。这是祠堂，已经堵起来了。过不去啊！这房子已经从这个门出来了。